在 LINE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。我在《我们不能是朋友》里面饰演的是周维维，她是一位很会规划的女孩子，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，然后也很勤俭持家，是个好女人。楚客，我真心的拜托你，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可以不要再动摇了吗？我们真的不能是朋友。婚姻是一种投资工具，还是人生必经的规划？都会爱情剧《我们不能是朋友》即将播出喽，请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 LINE TV 等你哦。